如果你喜欢做下木工或者是 3D print 下嘢，可以考虑下嚟蒲窝青少年中心铜像。基本会员20蚊一年就可以共享工作台同埋指定嘅工具，试下做 maker。蒲窝青少年中心铜像是一个创客空间，以木工同埋数控机械为主。只要成为青年会员就可以申请预约用呢个地方噶啦。入面分为机械区同埋工作台，先睇下工作台有咩设备先。工作台有3张，用之前预约就可以啦。每张台都有插苏同埋插电位。工作台本身有架，方便你锯木。台底亦都有位可以放杂物。工作台后面摆咗唔同嘅工具，好似角尺、剪钳、胶水、夹具。要转窿嘅就有电梯，方便做设计同埋切割。木材可以自备或者系现场购买，另外亦都有啲用剩嘅木块可以免费用噶。留意会籍系分为基本同埋升级2种，如果见到呢个锁嘅 logo 就要升级会籍先至可以用，包括指定嘅工具箱同埋台脚等等。呢啲就是青年会员做出嚟嘅成品啦，都几实用噶。迟啲仲会举行工作坊，咁就可以嚟试下 DIY 啦。场地另一部分就是数控机器，例如好多 maker 会用到嘅镭射切割机，而 3D printer 呢度都有得用啊。